当头炮。直播间还差23个人头啊，五星的人头还是一样的，就是福星任务没那么高了。嗯，人头还是蛮高的啊，需要23个不同的小哥，一人给小田个鱼翅，一毛钱一个大气，一个66，一毛一块什么的都可以，需要23个不同的人给小妹填个人头。我们家771大哥说了，人头过完，我们771大哥还有小泡妞啊。虽然771大哥没说，我帮他说了。谢谢每天不一样的大气，谢谢生活愉快的点赞。谢谢我们用户511大哥大气。�谢谢用户435大哥的66JY大哥大气，谢谢我们家霍尔哥的大气支持，欢迎用户751大哥，我们直播间。哎，经典之马后仓车，去。你总要学会往前走。这要是我家兵哥或周周哥在，得给我坦克哥要张卡，对方得退车啊。如果用炮打的话，这个车就会被利用，拱兵上车的方式，对方会退车。这棋走得好啊！啊，马后仓车99%的人不会退车，都会用炮打，然后我拱兵，对方吃掉我飞象，然后把对方的车卡在这儿，形成一个漏洞。那对方退车之后呢，这个棋就走得很对。下一步的正确走法是白炮。你少了天真，可能你多了爱恨，希望你见过所有的浑浊，眼里还有星辰。你往前走，不要回头，上天让你错过谁都有理由，怕你受伤，独自承受。这是兵哥送给笑的人头，才把最后的人留到最后。如果我吃了对方也吃我，这个棋还不如飞个象，够了呛了。对方这棋走得好啊，马后仓车没把他制住。孤独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无限
马后苍车没给他镇住啊，这个棋进去抓马，人家可以摆炮，所以这棋杀棋没有。这个马虽然死不了，他这个马虽然活不好，但是也死不了。哎呀，这个太难受了。没气走，跳马人家给你摆机给你弄上，晚上好，朋友们。哎，对方这个棋，小马儿可算啊。
粉丝大会见。他妈早晚摆狙的。因为他这狙马不走他也不行啊，你说说。而且我吃完之后下一个摆狙有杀棋，对方还不敢吃兵。下的是棋，搞的是心态，下一步送兵再交杀。直播间差70总66，老将出来更好，呵呵，是吗？直播间差20张翻盘，一个小胖妞，人头过完了，一个小胖妞20张翻卡，还有62组666，把66过了，超。咱们的钻粉有没有神仙大哥给笑开了问问？心态搞不着啊，对方着实心态比较稳吧，对面这心态稳的一批啊，这要是给我我都不下了。小狙一进直接破了，是啊，走你啊，再走一把，哎呀，那心态稳得很呐。欢迎我家周周哥闪亮的掌，对面这心态稳如狗啊，先生泰山呐，你怎么说这就心态上杠杠的，真的宁死不屈那个劲儿啊，劲儿劲儿的，你知道吗？